他父亲年轻的时候就种这个啊，他从小就跟他父亲种这个啊。哦，所以他一直就是都在做农咯。对啊。哦，那你呢？我没有，我是嫁给他。嫁给他才开始做。台糖大地主，大台团是第二个大地主。哎，这边大概有多少在种这个梅弄？大概二十几甲。一年大概有几收？三。可以有三次。三次。啊，它一期就是要多久？一期啊，不一定啊，看季节啊。哦，看季节。哎，有两个半月的，有三个半月的啊。哦，两个半月跟三个半月。我夏天就两个半月。哦，夏天比较快就对了。啊，像冬天这一季的话，大概就三个半月。三个半月。哦。季节啊。这个有外销吗？它这个没有办法外销嘞。哦，都在国内。因为它这个哈，比如说今天采收，你明天没卖掉的话，整个它的外观呐、啊，哦，它的果皮就会开始萎缩。一箱多少钱？一箱24公斤。嘿。不一定呢。不一定，有时候价格好的话1000多块啊，啊有一箱1000多，对，有时候价格不好的话没人要啊，说台风来了啊，像莫拉克啊，我们的差，我们那一批有一批是差2天就要采收了，结果全部都没了。水果皮肤很嫩嘛，嗯，啊，你机械来，它就是会破坏它的外观啊，表面啊，它这个很，哦、人家说的这个很娇贵啊，啊，你也是花，它出来它就破掉了。